超久没有开直播了，这个感觉已经又熟悉又陌生。对，就两个人坐在这边，看着大家讲干话的感觉。生日快乐哟，大家！谢谢大家的祝福，很幸福。Happy birthday！我妈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驴妈妈好。我的压箱，去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宣传，刚好在宣传，然后我们在唱歌的那时候。哦，去年我一天去唱歌，我一天真去唱歌。啊，好快，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对啊，这次就是真的是很久没有跟大家互动了，所以想要来一个生日直播。哎，有人问你有没有新剧，被透露了吗？那还不行。其实也还没公布，还没公布。对啊，对，但是正在拍。对，我现在正在拍，大家可以去猜猜看，最近有在哪几部戏在拍？它就是其中一部。那你的呢？你的那个应该比较快，可以。对啊，我的是在后置了，对，就是应该等大家看的时候，应该是穿着二胎看的。哇，不错。对啊，然后那部应该是蛮适合大家合家观赏，合家观赏很轻松啊。对啊，我有看花片花，对，然后也有去探班，气氛很融洽，很好玩的一个组。今年的生日许愿哦，我昨天大家不知道是不是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是那个天蝎座的新月许愿，然后我其实你不知道，我下次跟你讲，就是其实每个月都会有一次那个新月许愿的机会，然后其实那是一个还蛮好，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就是你想要完成的事情，那我每个月基本上都会做，所以我这次写了不少哎，就是但。一定有提到，就是希望我们表演的工作上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嘛，然后也希望我们的 AU 能够就是大家会喜欢这样，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目标，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有责任的人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样。鱼要不要去探你的班？他的班有点难探，有点硬，有点难探。对，他的班。老实讲，真的不好谈，真的蛮不好谈。可能去回来要一天的吧。对啊，就是可能是最后的时候了。最后说，如果去那边玩，然后接我一起回来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实在。好想问他，我最近看那个《二中之二》，超帅的紫昌旭，那个有我帅吗？你最帅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有机会二搭的话，我觉得那样的类型真的很棒。最近过得开心吗？最近压力蛮大的。哎，说出了什么压力？焦头烂额，就是有关于二胎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调整太多东西了。然后其实这个二胎是原定计划是在，其实原本是算三胎，对，其实是第三胎，但是我们中间，哎不对，其实算第四胎，我们现在二胎的东西其实已经原本是第四胎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原本的二胎跟原本的三胎。因为很多元素、很多因素，所以没有办法顺利的生产。可能明年啊。对啊，就对，应该是明年。然后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在调整。然后前面是他在拍戏，然后现在后来又变成是我在拍戏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时间都要互相配合这样。但是不会啦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二胎已经真的是准备好了。对啊，而且我也自己很喜欢。对，那个大概是这一阵子吧，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，我们就会在官方会有消息，然后我们会再直播一次。对，到时候等着看就好了。你们最近有一起去哪玩吗？最近真的没。最近去，我们最近也是跑工厂。我们今天下午才从一场回来。对，那最近都想不到在玩，好像没有生活中比较没有玩这件事情。对，
对啊，因为这一阵子他在离开台北拍戏，对，然后回来的时间就已经很少，所以回来我们通常都是在讨论事情，对对，然后不然各自他在拍戏，我就在弄我可以处理的东西，这样。但蛮好的，我觉得每次只要我们见面，就是真的有见到面讨论，都可以讨论出一些蛮不错的 idea。34岁了啦，不年轻的哎，很恐怖哎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恐怖。你今年是29？对啊，29。笑脸。哎，我演进巡安其实是你是演老，你是跨，对啊，你是演老，演老，我是往回演。在下礼拜左右，我们就会在 NU 的官网跟大家。对，我们会再直播一次，然后那一次的直播就会是以NU 的东西为主，对，加上 NU 之后的计划，我们其实又想了很长远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支持，如果我们能够进行到内部的话，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先透露一点点好，我们会。明年的计划如果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话，我们会想办法拍一些短影音然后的东西，然后是以戏剧的方式呈现，然后里面包装对，结合我们的衣服，然后戏剧概念，对戏剧概念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创造自己二大的机会，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，反正就自己活下去，自己演啦，对自己演，还没有人找我们二大，我们自己先二大，对我们就可以一直二大、三大、四大、五大，对，一直二大下去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蛮期待的，就除了我们自己二大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找其他人一起来，对啊，等于是我们用 NU 的力量去让我们有这个自由，创造自己的机会，然后我们也可以练习写这种小的剧本，小的剧本，对，然后好有意思的桥段，对，可以自己也导导看，这样互相，没错，也可以一起。有粉丝说床戏也行吗？一件八，要看对象，要看对象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对于对象不满意是？不是，我觉得床戏的对象要规定是只有谁跟谁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一直拖，怎么有这么多件？好，其实今天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去吃我们的生日餐。对，我们要去吹蜡烛、吃蛋糕了。对啊，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聊聊近况。对啊，好啦，走啦，拜拜。我们要去吃蛋糕了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又要再合起来一次。哎咻。好，合起来。我们是要拍照的时间哦。对对对啊，忘记了。我太久没直播，都已经忘了应该要有的那个 SOP，、啊、对不、啊、对？就是拿板。啊，还可以 hold 住。这样，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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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Thank you very much.